我老家不是万州中县那边的嘛，邓紫棋，然后邓超、鹿晗什么的都是我们老家的。这两天我也刚从中县过来。你吗？对。你们是刚来的吗？刚到，刚到。然后你们但是不认识我是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哎，对，我必然不可能认识你，是吧？那这样就好办了。蓝皮菜，天真。蓝碧菜呀，好。喂，姐姐在吗？蓝碧菜，好。喂，你好。老板，是赔钱还是怎么说？不用，啥都不用。不用赔钱了？不用。还没有骗我呢。我会的。喂，是贺老师吗？你好。这是哪个？等会儿我肯定会当时那个绿二，他说他要哪个绿二，是那个哪个骗子？他说工作那个地方啊，那个老板特别凶。我跟你说一句话，叫做今日留一物，他日好相见。